喂，不晓得，我好不容易帮你跟踪了客户行踪，你这事你不能出来了，我在外面屁颠屁颠的帮你跑，你倒是静静神闲啊你，要不要脸？ 怎么了，骂人？哎，没事没事，不用理他。那你躺好，你躺好，来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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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什么事儿？没事吧？跟哥哥说说，来来来，你给我滚啊！滚滚滚！哎呦，我没听过，啊，我也听过，没事。哎，哥们儿，哥们儿，捡人也得瞅瞅正主谁啊？怎么着，姑娘，想抢人呢？这喝多的女人多了。 你要不是我，你就被那几个小混混给办了，知道吗？你的救命恩说声谢谢不过分吧？你这是爱我。 我他妈哪儿不如那个软蛋陆小东？你喜欢他什么？你就是没法动，我就是喜欢他。你他妈就是贱人！你王八蛋，王八蛋，我趁人之危啊！ 你心里面喜欢的是陆小东。
聊什么呢？下个月的工作计划。啊，那你们聊吧。昨天不好意思，没接你电话。哎呀，你还真生气啊！我这家里真有事儿。陆建国，雨轩，怎么着？帮我拿罐酸奶。一分钟。啊，我这……不是，你昨天你给我打电话干嘛呀？你说好了。来了，插上呀！你这样我怎么喝呀？最喜欢看你叼着吸管的样子，可爱的呢。哥们儿，敢长点眼不？哦。短信我没收到。昨儿我手机掉了。你手机掉？我有备用机，我借你。不用了，我有老杜。土豪金的走起来。小姐，这是您的电话。我的？这位先生已经帮您付过款了。送给你了。谁让你买的呀？哎，就当我自作多情行了吧。等等，跑什么呀？哎呀，你有拒绝我的权利，我也有追求你的权利吧？啊，我杜建国的性格你是应该了解的，向来都是不打不的，誓不罢休。给次机会我。你就跟这手机一样。用着舒心，带出去体面，但我就没辙呀，我就不来电。你说这没电的手机，它能用吗？那你大声的告诉我，我要怎么做才能让你来电？你先回答我个问题呗。说，我要怎么样才能让你不想知道我怎么做才能让你来电？性感。